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我们要忍辱，忍辱能消我们的业。请问师父，如果忍辱的时候心中起了恨念，但是克制住了没有行动，这样会有因果吗？还能消业吗？有啊，跟你八十天中进去的呀，当然有因果了。嗯、你这个恨人家的话，你恨在心里要发芽的，仇恨入心要发芽，这还不懂啊？仇恨的话一定会发芽的呀，会有种子的呀，种下去了之后一定会要报仇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所以学佛人不能害人家的呀，否则的话你会报仇的呀。那师父，如果恨的话，如果有那种恨心，不要超过十秒，说马上忏悔就可以了，是这样，那当然了，十秒嘛，讲老实话，你就是有恨心，五分钟你能够忏悔也没了，也没了哈。哦，十秒钟是最好了，十秒钟。哎呀，师父，这个意念好难控制啊，师父。就是我们他们骂我们，我们不去动，但是我们心里就觉得气啊，师父。啊，气的话呢，你赶快气就把它消掉呀。比方说他骂你的时候你生气啊，但是骂完了之后你想想，哎，这个人，这种人，这个不修的话，他这么骂人，他以后造业，他以后很苦的，他要下地狱的，你就这么想啊，没什么。这个这样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容易消掉自己的气啊。你要下地狱不啦？你不想下，那你就不要骂人了，很简单了。明白了。师傅，如果前世不欠这个人的，被他骂了，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？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前世不欠这个人的，但是被他骂了，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？当然了，你肯定你有过骂人的报应。对，就是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骂过别人，但是呢，他反馈给你的报应呢，并不是这个人来骂你，是通过其他人来骂你，也是一种消业。哦，明白了。